Hello，大家好吗？很快的，暑假要过去了，不知道你们的小孩准备好开学了没有？现在已经是8月了哈。好，那上周请你们看电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其实那个电影票我真的是有付钱的，所以呢，真的希望你们有看，蛮多家长都参与的啦。那我觉得那部电影就算是你没有小孩，当做娱乐来看，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部纪录片。它的那个 Rotten Tomato 的影评是100%哎，其实我很少看到有电影有100%的影评，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那其实上星期是我第三次看，我看了3遍。那上个星期我看的时候，我还是掉眼泪，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教育电影。那 anyway。好，那现在要开始今天的讲座哈。好，那今天的讲座的这个程序呢，一样我会报教育新闻，然后给你们考试。再来，今天的主题呢是2022年的这个申请已经开始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哈，涵盖的内容也很实用。然后呢，最后会有这个Patrick Tapia 先生，哈佛面试官，前哈佛面试官让你问。好，所以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打在那个 Q&A 或者是 Chat 的那个 box，尽量是打英文哈。如果不能英文就打中文，我会帮你们翻译。哦，对，上个星期就是请你们看电影嘛，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啊？真的，我觉得那部电影真的值得一看哈。那现在也没有别的地方看，所以我上个星期才安排这个活动嘛。好，好，教育新闻。首先呢，这个加州州立大学呢是强制规定，秋季班入学教职员跟学生都一定要打疫苗才能够，就是说继续工作跟去那边上学。好，那就是说上几个星期我也报道过，这个 UC 加大也是同样的规定嘛。那这个州大当然他们是同一个系列的嘛，所以做出同样的决定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啦。哈，这个我觉得如果他说，你有你的自由，你可以打可以不打，那我才会觉得非常的惊讶。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惊讶，反正现在就是说加大跟州大都是这样的规定了。好，但是呢，K to 12的部分呢，就家长意见不见得接受，就是说学生打疫苗跟戴口罩，一整天戴口罩，小朋友好上学，那可能就是说很多的家长不能接受，那所以在加州的部分呢，有很多的学区以及这个Orange County 这个橘城呢、橘县呢，有家长提出了法律诉讼哈，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孩子上学一整天戴着口罩。那其实呢，根据一个调查也显示说，45%的这个人呢是觉得应该要强制的戴口罩跟打疫苗，可是40%的人觉得不应该，绝对不可以这样强制。只有15%的人呢是没有什么意见。好，所以你看，45%的人觉得一定要强制，40%的人觉得绝对不可以强制。那这个真的就是很两极化，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意见是完全相反的。好，所以就是说，这个是现在的情况，所以现在有家长提出诉讼。那伊利诺伊州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学校，它是离芝加哥比较近的。那伊利诺伊州，它这就是说，疫情之后缺老师缺得很严重。那这个学校离这个芝加哥蛮近的，就开始雇佣这个外籍老师来教什么呢？就是这个多半都是理科啦，所以它这个是那个就是 chemistry 那个化学跟那个物理哈。其实呢，在疫情之前哈，就有就1/6的老师觉得他们想辞职哈。然后呢，疫情之后，现在是1/4的老师觉得想辞职。那这个呢，尤其是就是说接近大城市，在大城市上班的老师越觉得他们想辞职。那越就是说，本来美国就很缺那个数学跟科学方面的老师，然后为什么大城市的老师越想辞职？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说实在不是说薪水非常的高的行业，那没有人说哦我要当老师，因为我想要当赚大钱嘛。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的收入不会是
很高的。那如果说在那个大城市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像在这个芝加哥，或者是像在洛杉矶、旧金山这种大城市，他可能就觉得很辛苦哈，因为物价比较高，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会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开始雇佣外籍老师，哈，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其实已经很久的一个问题了哈。好，那这个教育新闻是这个 QS 这个伦敦泰晤士报的这个大学的，就是排名的一个系列哈，它排了这个十大最好的大学城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美国呢只有波士顿上这个榜单哈。OK，这个我真的很不以为然。这个说实在，我前几个星期已经报道过，就是说有机构发现呢，就是说 QS 这个单位呢，他们排的这个大学排名的这个排行并不是很靠谱，因为有大学赞助，他们这个机构，所以当然就不是非常的立场中立哈。所以我觉得说实在的，你这个排行你自己看一下，这些地方我也都去过啊，他们也不是说不好，也很好。但是说实在的，你要跟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比，我觉得真的我不以为然呢。所以这个我觉得就看看就好了啦，真的。像我就是说最近看一个新闻，他说长得比较矮的人啊，就比较容易得到新冠。那我想说，可能是因为那个上面的空气比较干净。结果后来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说长得比较高的人比较容易得新冠。我不是开玩笑，我真的看到这个新闻了，我就觉得说，你一下比较高的人容易得，一下比较矮的人比较得，你这些新闻到底在搞什么哈？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啦。所以这个我只是报一报而已，我真的不这么认为哈。好，再来呢。这个应该不是新闻哈，就是加州的左派分子呢试着取消高等数学，这是《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哈。那他讲的就是说呢，加州的左派呢一直就是说这个努力不懈的在做这件事情，试了8次哈。然后呢，在今年的8月，这个法案应该会通过，然后在年底的时候，州议会的这个教育这个部门呢，应该会批准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嘛，取消高等数学在高中的高等数学取消，然后呢，数学跳级也是不允许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不是很多，就是某些族裔他不能够应付这种高等数学哈，所以呢，就是说变成一种种族歧视。如果你提供高等数学，只是某些族裔可以学，某些族裔学不了，那就是形成一种种族歧视咯，所以他们就是说要把它取消哈。那这个社论讲的就是说呢，加州这个黄金之州哈，如果这么做了呢，长久以后呢，加州的孩子呢，数学的这个数学就会越来越差。然后本来就是已经很差了哈，像他文章里面讲的哈，比较起新加坡啊，甚至台湾、南韩呐，他已经程度都差很多了。那现在如果这样子，更改之后呢，它会落后的更多哈。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玩，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不是吗？这个真的不用《华尔街日报》来讲，我觉得你问任何一个华裔的家长都会这么说，不是吗？可是现在好像不是说你怎么想哈，就是说好像也阻止不了，因为他们其实不是现在才开始尝试这件事，其实在90年代就已经在做这件事了，所以一直不停的锲而不舍的在做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新闻呢，真的是很有意思。这个妈妈哈，你看这个年轻的妈妈，她是住在纽约罗德岛，蛮漂亮的一个妈妈，她的小孩很小，才读幼儿园哈。然后呢，因为她的小孩要上幼儿园，所以呢，她对于这个批判式种族理论的这个教材呢，感到比较担忧，所以他就从今年的4月份，他就开始 email 给校长说，他想要看这方面的教材，然后呢，还有书名哈，可不可以列给他看？就是是用哪个书当课本呐、啊？然后教材内容的有哪些？就是说比如说文案啊这些东西的。结果呢，校长没有答复，就今年6月的时候，他就写信给这个就是校学区的这个教委哈，他寄了很多 email 给很多人，要求看这个东西。
结果呢，现在国家教育学协会呢就对他提出官司告诉，因为呢，他们认为说他这样的要求呢是违反了个人隐私，然后呢会造成老师被骚扰。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造成个人隐私的问题，不过他们现在是要他赔偿三亿美金，因为他想要看他小孩子在学校上的教材。好，你看这个数字，你就会觉得说他是来吓人的。譬如说你想做这件事情，你看到这个官司要求赔偿3亿美金，你可能就觉得算了算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会不会把你吓到呢？你想一想哈。那这个呢是一个，就是一个年轻妈妈现在的遭遇哈。但是呢，这个教材的部分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整个是用共同核心教材，就是 Common Core。那这个教材呢，是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推。那后来，因为他们就说，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教材的话，你就拿不到联邦的经费，所以开始一个州一个州的就开始使用这个教材。好，那现在呢？就是说全美国都是使用这个教材，但是呢，现在佛罗里达跟纽约州呢，他们决定他们不要使用这个教材，他们开始抛弃这个教材，所以呢，他们就是开始换这个教材，从今年的秋季班哈，换掉这个共同核心这个教材。那这个教材其实之前的创，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教材，是因为他们就是觉得美国城乡差距太大，学生的程度差很多，所以就把上面的往中间拉，把下面的往中间拉，所以就可以拉低这个差距，所以用一个共同核心教材。可是普遍来讲，对于比较程度好的孩子，这个教材就比较容易。那当然，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说那我们也蛮多学生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当然对学生来说越简单越好啊，对不对？所以呢，OK，这个当然就是说有很多的争议，可是后来也就换了这么多年。那现在呢又要换另外一种教材，可能很多的州也会跟进，目前情况不明，但是这个就会学生就好像坐在一个火车上，一直不停的改这个路线哈，所以我觉得对学生的影响会蛮大的。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难，因为尤其是初高中的学生，因为他从小一直是这样学的，也就是说他在小学的时候他是学的共同核心教学，教材，然后呢，他到了初中跟高中又换了一种系统的教材，所以就会很怎么讲，很 confused 哈，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是政府的决定了哈，好。那这个新闻呢，其实我们前几周已经报道过2次了，就是这个加州的 AB104 法案。好，那我们已经报道过2次，我们已经跟你说2次了。然后呢，7月底呢，他们就开始，各个学校开始启动这个方案。那每个学校有不同的截止日期，因为这个不是说学校自动会帮你改成绩，而是你必须要联络你的学校，你要填这个表，然后联络你的学校帮你改成绩。我们之前也解释过，有3种方式是改成绩。那最主要就是说，如果你有，比如说 C 来讲，就可以把它改成 pass 不 pass。那这样你在计算 GPA 的时候，就是那个就不计算在里面。所以这个对你的 GPA 会有，如果你有不理想的成绩，就对你的 GPA 会有帮助。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你要主动的去填这个表，跟你的学校联络。其实，因为这个法案其实坦白讲还蛮少人知道的，所以很多的学校也搞不清楚。甚至我发了文章出去，甚至有学校的主管来问我说到底是怎么改哈。所以你就发现大家真的是蛮不明白的。可是问题是说，他现在的截止日期又蛮近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学生啊，我们自己 HS2 的学生，我们是已经发了全部的说明，就是说比较详细的说明哈，给你们，你们应该都有收到 email 哈。那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你要通知你的学校去更改，就高中生啦，我们现在讲的是高中生。然后呢，加州大学跟加州州立大学已经同意，
接受改过的 GPA， 然后呢，这些私立学校，其实这几个私立学校里头比较受欢迎的，像 Picture 啊，像 Santa Clara 啊，像 US 樱桃南加大，还有旧金山大学，这是比较多人关注的哈。这些学校是已经接受这个修改过的 GPA， 好，如果你申请的时候用修改过的 GPA， 他们是接受的。好，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啊，那 SAT 也不是一定要，然后这个 GPA 又可以改，然后某些族裔这个疑似比较占优势，那这个还搞什么、啊、我不知道。对啊，反正那你要怎么样呢？只能跟他拼啦、啊、反正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就是一个新的法案嘛哈。好，再来呢，这个呢是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他说危机 UC 加大无法提供足够的名额给加州学生，这个是新闻吗？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那今年他文章主要就讲说，今年的这个加大呢已经增加了 11% 的名额、啊、已经增加了 11% 的名额，其实之前也有增加过，那现在这么多名额呢还是不够、啊、还是不够，所以呢宿舍也在加紧的盖，好，但是名额还是不够。那加大的申请人呢越来越多，所以呢他就说呢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危机。那加大的校长呢就说他们会努力的继续增加名额，好，来提供就是说更多的位置给加州的学生。好，那我只是想就是说可不可以把这些学生一样，就是说我们照比例嘛，提供给亚裔的学生也要就是说增加，对不对？不能把位置都分给别的族裔，是不是？我们现在没安全感，真的很没安全感。好，再来呢，这个教育新闻，2022年的联合申请表已经开放，8月1号，其实所以几乎所有的申请表都已经开放了哈。那这个联合申请表 Common Education 的这个平台呢，这个总裁他说了，学生不用太担心。为什么不用太担心呢？他文章里头说了，我们会，他说不要太担心，不用焦虑，因为我们会努力的让有色的皮肤有颜色的学生跟贫穷家庭的学生呢得到最大的帮助。怎么这话好像越听我们越焦虑，他说不要焦虑，但是我们越听越焦虑。他还特别讲，他说皮肤有颜色，可是问题是我们就不是被放在皮肤有颜色的学生，所以呢这个是他说不要焦虑，可是我们越听越焦虑。 OK， 好，这是今天的教育新闻。好，那现在给你们考试，请把答案打在 Q&A 或 chat box。 好，观看上周的教育电影 Try Harder， 你的感想是 A， 我没感觉，不干我家的事， B， 没空看，我超忙， C，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D， 孩子们太难了。好，请作答。有人答 B， 没空看，我超忙。呀，你很忙，我知道啊，谁不忙？但是孩子的教育很重要，不是吗 ？OK， 好，大部分家长答的都是 B。好，这一题当然没有标准答案啦，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但是我的感觉是 D， 好吗？孩子们太难了。好。美国各大学联合申请表平台秋季入学申请是哪一天开放？请作答 A 8月1号 B 10月1号 C 11月1号 D 1月1号请作答。 OK， 嗯，不错不错，表示你们有念完文章。哎，有人答 C 耶，不是11月1号。 OK， 你可能，我知道你为什么答11月1号，11月1号就是 UC 加大它可以开始送件，但是开放是8月1号，好吗？ 8 月1号送件跟这个开放是，我现在问的是开放，对，你开放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开始填表了。 好，第三题，根据 UC 加大
的录取数据，这是我上上星期的讲座。以下哪一种族裔的学生明显比例增长 ？A. 亚裔 ，B. 拉丁裔 ，C. 非洲裔 ，D. 白人，请作答。这是我上上周的。OK， 我很高兴我问了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都答错。OK， 很多人都说是非洲裔，其实不是、欸、非洲裔没有任何的变化，其实答案是。拉丁裔，拉丁裔的学生比例一直在增加，拉丁裔的学生的录取现在已经是加大录取的人数里头比例最大的一个族群，好吗？最主要是什么呢？申请的人数啦，因为也许他想录取多一点非洲裔，可是没有那么多人申请啊，对，这个就是问题。好 ，OK， 好。不错，今天大家的作答都很有愉悦，很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是2022年美国大学申请已经开始了。你会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我都不敢相信、欸、好，那首先呢，我们要讲什么叫做开跑。开跑就是说呢，申请平台已经开放，你可以开始填表。那我们都希望学生早一点开始填，为什么呢？因为早一点开始填，你可以慢慢的、很从容的把它完成，然后可以修改。因为其实这个申请表的页数真的很多哈。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慢慢的填，慢慢的修改，然后让它可以很完美的呈现是比较好。好，美国的大学申请的平台呢，有总共有大概五种哈。那这五种呢？其实不能说五种、啊、因为大学个别的申请系统可能有好多种，就是他们自己的系统。但是呢，共同的申请的这个系统呢，像这个就是 Common Application， 然后这个 Coalition Application、Universal Application， 这个是就是说共同的申请平台。但是公立大学，譬如说像 UC 加大又有他自己的申请平台 ，CSU 州大又有他自己的平台。所以每一州的公立大学它可能又有自己的平台，然后像麻省理工它也有自己的平台，所以每一个平台都不一样，所以就变成是说一个学生要申请比如说十所大学，他大概要填四份到十份不同的申请表格，看他申请是哪些大学。譬如说南加大跟纽约大学，它就是只有在 Common Application 通用申请平台。但是呢，像华盛顿大学，像那个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它的西雅图分校很受欢迎，它就只有在 Coalition Application。好，那像麻省理工，它有自己的申请平台，尤其加大又有自己的平台，所以就是有不同的平台。所以变成是说，你如果说你的那个申请大学的名单，如果刚好是跨越了不同的平台，你就要填很多个申请表，然后呢，就是说你写的那个申请自传。大概比如说十所学校来讲，你要写大概12到44份。好，一样就是说要看你申请的学校是哪些，因为有一些大学它的申请自传又有自己的规定，所以就变成是说要看你申请的学校而定你总共要写多少篇自传跟论文跟这个申请的这个表格。好，那你会不会因为说不想要多填一份表格就不想申请那个学校呢？这是很傻的，这真的是很傻的，因为你这样子可能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呢还是要耐心的把它填完。好，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申请所需要的资料呢，就是你要准备好这些资料，你要填表之前你要先有这些资料。好，学生跟家庭的基本资料啊，好，然后学校的总成绩单啊，好，然后这个标化测试的成绩单，课外活动、义工、荣誉得奖要列个表，然后履历，还有当然后面的师长推荐信是老师要帮你送，然后面试，好，还有就是说国际学生可能需要财力证明。好，所以这个是大概的一些资料你要准备的。好，那我们今天会讲两个申请平台，因为其他的其实讲不完了哈。好，那我们先讲这个 Common Application， 就是说通用申请表
这个网站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是最多大学使用的，就是说有900多个，现在差不多有950个大学都用这个共同的平台，所以呢，这个平台呢，就是说等于是说你在上面就可以申请很多个学校了哈。好，那这个平台呢，其实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资料要填，像你个人的家庭的状况啊，家庭的就是说个人的资料了，好，跟你的这个高中的这些就是说成绩啊那些，但是呢，它里头的这个课外活动呢，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要可以列10个，然后呢，10个课外活动呢，它就是说需要的它需要的这个资料呢，有活动的类别啊，活动的名称，担任什么职务啊，然后你一个。一年做了几个星期，然后做了每个星期做了几个小时，然后活动的描述150个字，所以其实150个字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写，譬如说你是 dance team 哈，跳舞队，然后说 it's fun 很有趣，这样是不行的。所以你真的还是要比较认真的去，它等于是一个 mini essay，所以就是说还是要花点时间去把它写出来。好，那。这个共同就是申请表这个网站或者其他申请网站，你在刚开始要就是说填的时候，你不是就直接填？你需要注册一个账号嘛？那你那个账号就是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说你不要，首先你不要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好像有些小孩子的那个电邮，我现在讲是电邮，就是你的这个。Login 的电邮哈，会很奇怪，就是说有脏话这样子的电邮，啊，这是不适合讲脏话的电邮，不适合哈。你觉得很酷，一点都不酷，OK？所以呢，这个呢要特别注意，而且我们就是说尽量不要用你现在在高中，因为有些高中有给学生电邮，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毕业了之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查那个电邮里头的东西，那可能，比如说5月、6月，可能你毕业之后，他还是有寄电邮给你，你就查不到，所以最好是有个专门的电邮。好，好，那这个课外活动的部分呢，通常列的时候呢，就是说最厉害的课外活动要列在前面。好，那就是说比较，就是说最 impressive 最厉害的列在前面，但是你还是要挑一下。比如说像遛狗这种就不是一个课外活动，OK，要有意义，好吗？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整个申请表，其实我有另外一个视频在 YouTube 上面是教你怎么填这个申请表，你可以去看，那是去年的影片，但是呢，你看了之后还是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资讯在里面，但是我今天只是大概的跟你讲哈，因为今天主要是讲它。一些新的规定哈，那他的论文的部分呢？今年的新规定呢，他取消了一个，就是说一个题目，然后他增加了一个题目是分享一个一些别人帮你做的事情，让你惊喜的感谢或快乐，这些事情让你如何感恩或给你动力。哈，红色的这个是今年的题目，新题目，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因为疫情之下，他们希望学生有一些感恩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对华人的小孩真的是蛮难的，因为他们日子过得比较好，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很大的波动在人生里面。然后呢，这个他总共有7个这个论文题目嘛，好，那你可以选。然后呢，它有另外一个题目呢，是这个新冠疫情的特别题目。所以，如果你在疫情被影响，你也可以写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是你自己可以选这个你要写的题目。好，好，那这个就是说是它规定题目，但是如果你申请的大学，它自己有额外的题目，好像。这个我们这边显示就是这个杜克大学，杜克大学它就有自己的额外的题目要写，那么你就额外需要再写，像这个是250个字以内，所以呢，
你总共需要写几篇论文？这个就是不一定哈，因为要看你申请的学校。好，那么呢，师长推荐信的部分呢，就是说老师要帮你寄到那个这个平台。那当然你要先跟老师打招呼，然后你也要跟老师大概稍微沟通一下写什么。那通常因为老师要写的推荐信量很大，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早一点让老师知道，因为这个是老师，等于是说蛮大的一个工作量的东西。我们也当然我们不希望他写出一模一样的推荐信嘛，好，那今年的这个通用申请表 （Common Application） 有一些新的规定，除了刚刚那个题目那个感恩的那个故事之外呢，首先呢，他又新加了60几个会员，所以他现在这个平台真的就是非常。那个怎么讲？主要了哈，就是几乎每个学生都会用到。然后呢，他增加的这个学校60几个，可是比较就是受关注的，像这个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哈，波特兰州大学，然后还有这个阿拉巴马大学哈，所以这个是新增加的会员。那至于改变的部分呢，首先这个性别的部分哈，就是说。生理性别改成法定性别。什么叫法定性别？就是说你觉得你是什么性别哈，而不是你生出来是什么性别啊。我是觉得那这个就干脆不要问了嘛，对不对？我 anyway 现在就是这样哈，好，然后呢，居民公民的部分呢，它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说你是国际学生，你如果不是居民公民。你是国际学生还是你是没有身份的？好，就你可以直接了当跟他说，我就是没身份。好，OK 的。好，然后呢，删除学校的违规记录、军队、退伍以及宗教的问题。之前已经删除犯罪记录了嘛？好，所以今年是删除学校违规记录。好，那你会觉得说，有没有可能我旁边的同学是一个杀人狂？好，那这个当然。不知道了哈，不过现在就是说都没有问这些问题哈，好，然后呢，家人相关，像之前会问爸爸妈妈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资料啊，兄弟姐妹一些资料，现在都不问，然后呢，地理位置的关系也不问了哈，好，就是那是 optional，就是你不要提，你也无所谓哈，所以这是今年主要的改变。你会，如果你鼻子没有坏，你应该都有闻到浓浓的这个风向哈。那你有没有闻到哈？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蛮明显的哈。好，政治影响一切，教育不理政治。OK，好，另外一个申请表，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样，我有另外一个视频是介绍这个申请表的，就是加大联合申请表。好，那这个我有另外一个视频，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填表，你可以去看那个视频。你会觉得说啊，我是家长，我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些啊？你当然需要知道啊，因为很多孩子是很糊涂的。当然，如果说有顾问在带，我们顾问会检查，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如果你是自己是先学 DIY，那父母就要负责检查，因为孩子有的时候是很糊涂的。好，那这个加大联合申请表呢，也已经开放了，它是9个分校统一申请。好，那我刚刚忘了讲，那个 Common Application，因为涉及到很多私立大学，它是有 Early Admission，就是提早申请，所以那个就是大部分是11月1号以前要递送出去，所以大部分会在10月份递送出去。好，那至于加大呢，它是11月1号到30号。让你送件，所以他现在开放来讲，你可以填表。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它是9个分校，就是说它9个本科的分校都用同一个申请表，一样，它也是一个统合的一个申请表。那你就是勾说你要申请哪几个分校哈。好，那我今天一样不详细讲，但是也是大概的跟你们讲一些重点哈，就是一样你要。先注册一个账号，那一样不要用那种很奇怪的电邮，然后也最好不要用高中给你的那个电邮哈，就是另外创造一个电邮，然后密码要记下来，很多小孩子会忘记他的密码哈。好，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加大的申请表里头，除了个人的
资料之外呢，还有就是说一些，比如说种族啊，你可以不用提啊，但是我跟你讲，他们都猜得到你是什么人啊。然后你的家长的一些资料啊，然后你的这个你要选择的分校啊，跟哪些专业啊，像这个UCSD 的话，你必须要选说你要住在哪一个宿舍哈，所以只有 UCSD 有这样的规定。然后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课程的成绩，你拿了哪些课，拿了哪些成绩，从七年级开始填。那课程跟成绩要一个个填进去，所以你需要有个总成绩表哈。好，那这个就是 test score，就是这个考试的分数 SAT、ACT。你会说现在不是已经不需要了吗？对，现在不需要，但是他们填这个是干嘛？就是说，如果你有考填，因为他是为了要扣抵将来一些可能就是说一些就是说前置课程就不用上好，所以这个是就是说 test score 它还是放在那边。然后课外活动，它有20个格子，好让你填，还有得奖的一些记录啊，然后就是说一些就是说一些参加过的一些课外活动，好，那这段的部分呢，总共有8个题目，然后呢选4个来写，每一篇是350个字，好，那其实这里头比较多人写的呢，我们也就是说可以看到是领导才能、重大的挑战跟这个最喜欢的科目，很多的亚裔学生喜欢写最喜欢的科目，要选数学，对不对？其实这个不是说对或错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写这个哈，你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就是说作文比赛，它最主要还是要能够让人家喜欢你，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创意，因为你知道其实审核员的工作，一直看一直看，也真的就是觉得说。蛮想要一些新鲜的东西啦。像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里头有加大的审核员，所以，他就讲他真的，其实他们都是喜欢阅读的人，但是如果你真的给他很 boring 的东西，他也不想读哈。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造力，就是说你的故事的创造力还是蛮重要。而且，因为你要写4篇嘛，那你不能写同一件事情写4次啊。比如说我参加什么啦啦队，然后我就写4次。每一个自传我里头都在想讲我参加啦啦队的事情，就这样子就没什么意思嘛。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当然，因为他这个就是说，像第四题、第五题、第六题，其实他可能会重复哈，所以就是说你尽量不要让他的故事重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哈。所以呢。以12年级生来讲，哈，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因为你可能现在还不是要递送申请到，你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这些事情就是让你赶快做，赶快要做的哈。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师长的推荐信，你要赶快想一想，你要找谁写。其实这个你应该之前就想，但是你如果还没想，你现在赶快想。然后你哪一些课参加的参与就是 participation，上课有发问呐，然后。就是说表现的最好啊，是哪些课程？好，那标化测试的部分，你 SAT 还是 ACT？好，你还有几次的机会呢？好，然后你的目标是要考几分？你想申请的学校大概是几分？你要怎么样去评分？你不能就是傻傻的去考，你要怎么样把分数考到那个上面？哈，好，那最后呢？当然，专业的部分，其实选择专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我跟你讲。我常常去菜市场买菜哦，那个超级市场都会被妈妈拦下。哎，张主任，我问你哈，我们可不可以申请那个什么什么很冷门的专业，然后混进去之后再申请那个大家都在抢的热门专业？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认识你的小孩。因为你要申请冷门专业，那你也是要跟那个冷门专业要相连接，是不是？你不能说申请一个什么冷门专业跟你八竿子都打不着，那这样也没有意义啊。然后就是说，你那个热门专业是不是？会接受那个插班生，我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说没有一定的答案了哈。但是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所以像我们的学生，我们都会一对一的跟他们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你现在课外活动上还有哪些可以加强的？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哈。课外活动，我觉得华人的小孩课外活动就是重复性真的太大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蛮致命的一个问题了。OK，好，那我们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最后的申请的部分呢，其实
我们除了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顾问，我们有一个等于是说顾问团。那我们每一个学生，我们会帮他想说他的申请策略。像如果说学生进来是由主任顾问帮他想策略，好，所以呢，这个是一定要的。你不能申请没有策略，你不能这样傻傻去申请，你凭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一对一的协助你完成整个申请的这个文书资料。那每一周呢，我们会有这个申请论文的工作坊哈，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哈。然后呢，之后像每一个月，我们都有重点的提点讲座。其实这些讲座跟这些每一周的工作坊，就会让孩子觉得说，在状况里面绝对不会脱队哈。那当然还有一对一的这个顾问拉着他，当然就是说他有任何的事情、紧急事情什么都可以，就是说紧急联络他的顾问，这个都没有问题哈。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层层把关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小孩子基本上来说也会比较安全感，然后效果也会比较好哈。听说很多孩子哈会这个坚持自己做啊，没关系，我不需要帮忙。然后等到差不多快截止，像我们每一年到11月中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学生啊，我真的没办法，妈妈你去帮我找人帮忙了哈。其实都是那时候，那你为什么不？我就会说，OK，如果你在乎这件事情，你就一次把它做好，因为这个不是说你之后后悔可以来得及的事情哈。更何况这个就是你人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啊。像上个星期那个拆他的那个电影啊，其实为什么会可以，我为什么会接触那部电影？就是我有一个之前的学生，他是里面的工作人员，那他来找我的，Tiffany 好，他来找我，然后呢，就是说，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真的很感谢你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他是去 UC Berkeley 嘛，他说他觉得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忙，他是进不了的，所以他觉得我们改变了他的一生。我觉得真的改变一生的事情，当然是值得投资啊。好，那我们的质量真的很好。最近呢，我们上了哈佛大学的校刊10个最成功的哈佛录取自传这个活动。好，当然只有10家公司。你想想看，哈佛大学会让一个质量不好的公司去分享这个申请的论文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也是一个肯定哈。我们公司真的就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哈佛大学他也说了，这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的这个就是说这么多的见证跟这么多的录取，其实这个也说明了哈佛大学是就是说允许顾问公司帮学生的，是不是？这个很明显嘛哈。那除了我们的层层把关之外呢，我们今年因为就是去年，因为申请人大增，所以很多的学校录取率都大幅的减低，所以我们今年有这个双重保障的专案。好，如果你是12年级学生，你报名我们的加大专案，加上5所大学，我们是送你3所大学，这个就差不多等于好几千块的这个学费。好，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够多申请学校，就多保障嘛。好，那再来呢？我们有一个保险，升学保险。如果万一，当然这个都没有发生过，可是因为现在的状况我们很难说，因为很多的风向。如果你万一你全都拒，我们会无偿的帮你转学，所以这个是我们给你们的保障。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创造了非常多的名校录取，这是我们去年的榜单哈。这个我想业界里头没有人比我们有更好的榜单。这个是我们去年的录取哈，哈佛大学4个，史丹佛3个哈，UCLA、UC Berkeley 总共在100多个哈。这个，然后奖助学金的部分呢，大概有700万的这个总额。这个我顺便要讲，因为那个助学金，我刚刚讲，我刚刚忘了讲，10月份开始申请助学金，那个表格有100多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填，其实真的很容易填到一半就想放弃。所以我们是有讲座带着你填那个表，所以我们的学生共同得到的助学金呢，奖学金呢是大概有700万，在去年，这是一年哈，不是好几年，是一年。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各方面的
这个一个就是说协助你好进好大学，然后拿到助学金。好，那其实审核的部分呢，大概的这个因素是就是说有蛮多哈。我们都讲美国的大学审核是全人式的审核 （holistic review）， 像蓝色的部分呢是学生的成绩跟课业的难度。好，然后呢？红色是标化测试，目前有很多的学校可能它不需要的话就没有这一项哈。那绿色的是才艺跟课外活动，灰色是申请的这个资料，那黄色呢是一些学生没有办法掌控的条件，比如说种族啊，是不是校友啊，宗教这些都没有办法掌控。好，那其实呢，这个我是大概画了一下，就是说分配的比例，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没有一定的比例，也就是说呢，可能灰色占了一半，也可能黄色占了一半，也可能是绿色占了一半，都有可能，所以因为这个是非常主观的。好，那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除了黄色学生无法掌控的条件，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控之外，其他的部分我们通通都可以帮你。